来了，兄弟们，59个直接鉴定啊！谢谢。坚固，再生，但是还没有附魔。加特技，简易加特技，精青罗汉也不赔，永不磨损加套装也不赔。白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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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板。白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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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跟打造师有关系吗？难道那个叫别逼我打造的真的比别人喜欢出蓝字？人家刚才那波不是强化的，对不？还是女头出了三个蓝字啊。怎么说白板精致？不是简易，再来精致，他妈的双精致啊！巧妙的不避开了简易不磨，无级别，谈成就还会谈吗？鉴定几千件装备的他应该不会再谈了。男头出现在女号的专用上，140级165不对应不点，乾坤得宜，出特技了，出特技了，出特技了啊！但是这个特技用处不大。第一个白板，第二个白板，第三个白板，第四个白板，第五个白板，第六个白板，第七个白板，第八个白板，第九个白板，第十个啊，乾坤挪移啊，这是最后的九个，影响了弹幕了啊！棒棒棒，白板，普陀套装，生命之拳，光辉之甲，还行还行啊。亏钱还是亏钱的，不过对不对？这帽子亏再多的钱啊，这一个帽子也回来了啊！再给打个广告，一个不强化打造的无级别野兽男头啊。